你说的那如何程度才占有满足你想要的逍遥，混乱中结小草，不用风雨打遍生风吹散所有烦嚣。妈，我来了。小野，哎呀，想死妈妈了！妈妈看胖了没？哎呀，真是长大了！哎，刚刚你赵姨还给你介绍个女朋友呢，妈帮你看过了，长得可水灵啊！我爸呢？你爸在卧室呢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爸最近身体不太好。你，哎，小野。爸，哎，小野，您怎么了？已经找最好的大夫看过了。你爸呀，就是忧思过度引起的脾胃虚弱，还有严重的神经衰弱，失眠、抑郁、头疼、脚疼，全身都不舒服。你知道他真……行了行了啊，我跟那个儿子说两句啊。爸，小野，没事，爸爸呢，就是想你想呢。前天武当山那周大师啊，给我连电话，说呢，你已经不是武当的人了，马上就要回家。我一听啊，我的病一下就好了一大半。我今天才离开武当，您前天就知道了。我跟那个周大师啊，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我们关系特别好，这样也好啊，好好的帮爸爸做点事。你看，就爸这身体，哎呀，恐怕呀撑不了多久，而且爸爸这脑子记不清什么事。哟，爸，药呢？爸，脾胃虚弱，神经衰弱，抑郁失眠。哎，这相关的药是一个也没见着啊。六味地黄，枸杞。海马干、袋鼠精，我去，这黄色小药丸儿，儿子，哎呀，你说这个，老爹，我看您以后还是装肾虚吧，您瞧瞧您这气色。你爸爸为什么装病啊？还不是为了你能待在家里的。您瞧瞧，您这又好了。少废话，